道信呢、啊？道信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将蛛丝一串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撤吧，你们撤，一会儿我去把他拦抢了。全军出击！你能抢到吗？你加油抢啊！别急 Q 啊！你加油，我跟蒿子在这帮你打啊！你去抢去。哎，漂亮！哈哈，哎呀，漂亮！什么？嘿！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之下。让他们抬不起头。谢谢清辉无忧。那小黄毛这不无限 Q 了吗？你给我往里插个眼儿行吗？这我还怎么堵人呢？拉牙线就可以看到无限木偶的。好，我们马上升。逼点炎一中咬，腰筋儿。我咬 BA， 能死吧，无所谓。他们需要纸。我不怕换，好吧。那寒冰是辅助啊，为什么寒冰带个幽魂镰刀啊？寒冰助手。我就想知道你俩谁补刀。进草丛，嘿，一下咬停嘞，停嘞，停嘞，咬 ，A， 嘿 ，A。一打不溜，推咬，小蜘蛛给我咬的，对你那分身你就白给啊！25拿下，一动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干啥呀？这啥意思？一中节俭，啥呢？再见。果然
来个发电机吧。我来了，先杀的寒冰助手啊！一打不了推咬致命点燃，起飞降落平均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俺们的小黄毛来的这么慢？干哈呢？啊！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之下。一打半六推咬，闪现起飞，咋打飞机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，兄弟，咱技能还能不能再空一点啊？哇哦，这都能抠死！我知道，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飞他们！送出了全队的人头啊！这回不是全队的人头了，扫一下看看有没有眼。等一会儿啊、哦，别着急。这为什么能没咬出来呢？他是有鞋吗？我二速鞋怎么能追不上他呢？我纳了个闷儿了，我靠！佛了，简直是佛了！人形太抠吐不死，那人形太抠是百分比掉血，死不了。掏了应该有红吧？掏了有红，我就把红拿了吧。他就别拿红了，还得杀寒冰，你发现没？你杀那妖精儿，他有个分身不好杀，这玩意儿。这回我看你在跑。这又没死，玩个屁呀、啊！随时可以起飞。你还跟我打？双杀！打个龙啊！耗着！哎呀！
边买个大棒，你往后撤一撤吧。嗯，我的好兄弟。那赵信好像一把下路都没来过，信哥没啥脾气。这把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家的眼儿会特别的多。寒冰三个眼，妖精三个眼。死！真能跑的英雄。溜，咬，起飞，降落，哦哟！没办法了，兄弟，只能我帮你收兵了。好的，回家了。B W 电蜘蛛。闪电起飞降落，太追呀！那小蜘蛛咋不砸他呢？咋不咬他呢？小蜘蛛，还有两发导弹啊！哇，漂亮，薅的！我咬，我们还能有意外收获，挺好啊！把一些塔拿了，回家了。那妖精没啥伤害的。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蓝老师，我学你的蜘蛛辅助被喷了怎么办？提我名。谢谢蓝烈汉的蓝 buff， 呀，赵信。这都没死。哇，这妖精命是真大，他怎么能没死呢？QAE，谢谢蓝烈汉的蓝 buff 的飞机啊。打不了，哎呀，居然没中！真敢飞呀、啊，这飞机！救救！我先杀个飞机，快
快快快快快帮我挡一下！妖精死了，漂亮！压了。先来一个美甲窃魂卷。嗯。寒冰给下当双杀了，我们来治治这寒冰。哎呀，飞脚好闪现，那玩意儿都没有用。跟我打防御塔啊！我靠，正好吃到链了。如果我刚才没吃到那个链儿。还行，吃到链儿了，这不行。没吃到链儿，应该能给他换了，或者我们直接升级死不了，明白没？刚才这个闪现只能说是破釜沉舟，我只上我赌上我直播生涯的一个闪现，但是失败了。人生嘛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没办法。干啥呢你？你还能玩了不？掏着应该是死，我咬起飞，都给挡住了呀，小黄。W 炸你一下，一飞咬，快给我吸血！哦，哎呀，起地没起飞。没飞起来，无知了，无知了，美甲窃魂卷。妖精老盯着我们打，我也没办法。谁死了？妖精挺狂啊！我杀他两回，他有点找不着北了，我发现。
快点给我过来刷狗头人。我也没明白一个狗头人为何如此之狠。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妖精的位置啊，在这等，别上去。好，手术没到位，兄弟们，第一个扣没放出来，我一打不溜。我扣没扣出来。连招有问题。我刚才这波如果上去的话，那妖精绝对会上来抠我，你知道吧？他人没出现，他想着抠人呢。那我们只能在后边那个位置等。看来我这美甲血魂卷层数得高一高了，层数得高点了。妖精开始不当人了，开始跟我互秒。行，小伙子，你别让我找着你啊。抱他们一下。今天不把他杀了肯定是不行，知道吗？把塔拔了呀，今天必须得杀了这个妖精。快推一把玩下去，妖精瞄你家后排了，不怕，这都有谱，问题都不大。他们家没有翻盘点，翻盘点是什么？狗头人无敌，外加飞机无敌，外加寒冰无敌，外加妖精无敌。没有翻盘点，飞行员怎么还自杀袭击呢？狗头人是什么意思？一麻烦柳推咬。妖精不敢上，没事儿。姑娘，我打死了妖精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快点拿下！好，肯定有后进来直播间的兄弟们啊。